谢大家的这个来临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主办这个晚宴呢不容易，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主办单位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就是我们这个筹委会理事，我们黎凯明先生呢上到台上来呢为我们致辞的。Jadi tuan-tuan dan puan-puan sekalian, bagi memulakan majlis pada malam ni, dijemput pengerusi pengelola untuk majlis makan malam pada malam ni. Dijemput saudara Lee Kai Ming untuk memberi ucapan. Dipersilakan. Mari kita beri satu rungkaian tepuk tangan. Terima kasih Wei Jie. Teringat Wei Jie, saya Lee Kai Ming. Wei Jie, ingat saya adalah Kai Ming, Kai Ming, Bai Ming. Okey, ada yang lain, terima kasih. Kawan-kawan.各位同志，还有各位来自三党的朋友们，来自嘉颖的朋友们，还有来自各地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不好啊？如果你们讲好，你可能很喜欢讲哪里好，那你可能还会好。今天晚上我们举办这个晚会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把我们的后面的背景改掉了，本来是缤纷七彩的，突然间变成黑白。为什么会变成黑白呢？因为我们的国家的民主，我们国家的司法已经死亡了，真的是死亡了。昨天的案件显示出我们的国家再也没有司法的公正，显示出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政治迫害，利用司法。所以嘉颖的补选，相信拉多斯利安华已经没有办法来这边竞选的。不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要投的票一定会投给公正党，对不对？如果505在西米山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拿到79%，那么这次的补选可以不可以让我们得到97%？可以吗？最重要就是这一句，因为我们要让国政知道，人民是绝对不能够接受这种迫害的。政治，你有本事就用你的真本领，不应该用司法来当成一个工具，然后冤枉一个人。不过，我们要告诉国政，今天的晚上显示出了，就算他把安华关进牢里，在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安华，对不对？我们要改革，就是因为我们要改革，所以我们全部在这里。今天我们在这里，以后我们也会在一起。不管明天如果安华被关进牢的话，我们的 Reformacy 2就是开始了。昨天安华已经宣布了，接着下来我们要改革我们的内火末系第二波就是开始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除了在这边我们一起吃，我们也要一起上街头抗议，我们要抗议政府的不公，我们要抗议一切不对的。还有啊，最近的起价也要抗议，别忘记。OK， 最后我想说，今天晚上有很多很多的 YB， 很多很多的领袖，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讲很多，我也不敢讲太多了，讲太多别人会错。所以最后我想说，马华的晚宴不用钱，你们都没有去，这边要钱，你们都要来，我非常感谢。还有我要告诉大家，马华不用钱请人家都不敢开400席，我们要用钱卖票的，我们开了400席，在这里我们要谢谢大家，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更来自我们所有的中央领袖，还有安华也会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最后我要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因为今年是三八妇女节，世界妇女日，说我要恭祝所有的妇女永远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婚姻美满，谢谢。